浮色、斑刺、封印、漆从一高其有出身印入流品人等，如在恩利之前入一之奉者，拷问一衣上立坛首。二年审议印坛人员依例先礼月日后准时受其正五品，认回以历135月者，90月该生从四余有45月即循行就立坛官三品，拟核准礼时受月日未及者，依宴散官止于四品内迁用，所有月日认回四品内通行礼算。凡检资深等，大德九年召外任流官，身转甚迟，但历在外两任五品以下并检一资，不易外任五品以下职官。若历过隋朝及在京仓库官盐铁等职，曾经深等检资外，以后至大德九年隔前，立即在外两任或一任60月之上者，并与优检未及者不拘此格。至至二年，太常礼仪院呈奏皇帝亲祭太庙，恩泽未加，召四品以下诸职官，不分内外。 PG 1375普检一资，有出身应入流品者，考满任回依上优检。天历元年诏，以兵薪内外官吏供给繁劳，在京者升一等至三品止，在外者减一资。凡驻官守阙，至元八年亦已除官员，无问月日远近。许准守阙外未奏未住者，许住六月满阙，六月以上不得预住。22年诏，元多阙少，守阙一年，年月满者诏阙祝寿，于无阙。